你说，爱是什么滋味的？人间的爱，是种执念。可是我娘说过，人和妖是绝对不可以在一起的。人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动物。小八，你跟他不会，你没见过的。全城通缉，左兄带月牙开启之人，把那人给我杀了，替他的人头来讲。放开他！因缘起，因缘灭，正所谓一切有情无所有。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爱是这世上最廉价的东西，只有权力才是永恒，人有好坏，妖也分身。为了他，值得吗？月神月面梦婵娟，是红颜。